嗨，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一组快木泡脚桶，百分之百快木，然后百分之百台湾老师傅手工制作。它的特色就是香味非常的浓郁，那个香味是可以香到你的房间，香到你的客厅。你在泡脚的时候，你的家人还问你说：“哦，怎么那么香？”让我们沉浸在这个芬多精之中，我们会觉得说放松，心情很舒缓。那它这个木桶的拼接的方式，一块一块一块，用卡榫串接而成，然后再用白铁圈的压力去把它箍紧。那保温效果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的木头的用料厚，很扎实。一般来说，正确的泡脚方式大概是一次20分钟就已经很足够了，你的体感温度够了，它的温度是足够让你是会出汗，所以它的保温效果，还有它的香味，还有它的制作工艺都是非常的良好。